说真的，我的老家浙江横店啊，在改革开放之后啊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那一刻，我又感受到了我儿时的记忆，对老家赤脚医生的感动。所以今天马上要元宵佳节了，而且也有这么多企业家朋友们在，我们和亚玻璃一起举办这个晚会，也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些可敬可爱的乡村医生们，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支持他们，让我们守护村医，让村医守护更多的乡村。谢谢大家。